北京的金山下光芒照四方，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多么慈祥，把我的吐鲁心儿照亮，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金光的大道上，八大黑哥俩辛苦啊，真有力气，这连唱带跳的不容易，都冒了汗了啊。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对前门兄弟的看法如何。石先生，感谢这哥俩，看了他们的演出非常的振奋啊，一个是在北京做小买卖，一个是三轮车夫啊，两个人这么乐观啊这么喜欢音乐，通过他们的刚才那个演唱和表演呢，我从音乐角度我不加评论了，就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啊，乐观积极向上，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教育啊。如果都有这么一种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，那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急躁啊暴躁啊这种烦躁的情绪就没有了啊。我们都应该向这哥俩学习，保持一颗乐观的心啊，都愉快地生活着工作着。谢谢石先生。主要还减肥社会上好多人功利心太重，生活得很不幸福啊。这哥俩觉得我们觉得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啊，就这种状态这种精神真挺好的啊。请贺先生贺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。我觉得你们俩一出现给我一种很淳朴还带着一种乡土气息的感觉啊，很真挚，但是呢舞蹈太的跳得太卖力气了，我觉得应该更多一点的感觉哈。舞台都快给震塌了，有一个丰收割麦子呢，蒙古舞这个真卖力气，真卖力气。对对对对，这也是他们的风格和特点啊。对对对是，但是会让看的人会觉得比较累啊，我们会替你很辛苦，你自己也很辛苦。其实在艺术上我觉得还应该有张有弛，包括如果你跳的时候是有节奏的，唱的时候也要有节奏，唱就不要太连，这样你就会唱的和跳的气息不统一，你会更累啊。唱也要跟着节奏，那不要像唱北京的金山，不要这样唱，也要跟着那个节奏，北京的金山上，这样就会很省力，会轻松很多，这样看的人会舒服一些。哎，贺老师是知名的音乐人，声乐教授，对，很多知名演员都跟贺老师学过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找个机会去找贺老师，从专业的方面再进修一下，再学习。演的太好了啊！这个有时间，贺老师您指点一下他们。谢谢老师，如果是自娱自乐的话，我觉得挺好，不用挑任何毛病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做一个组合，走到演艺圈，走到荧屏当中，被万众知道的话，就目前的这个时机而言，你们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一定要找一些专业人士给你们指点一下。就目前这块，现在包括什么旭日阳光啊、西单女孩，现在出了一个前门兄弟，所以有这个炒作之嫌。但是呢，以后咱们改了，东单公园男孩。反正呢，就是你们的快乐和笑容，也许是你们的品牌和符号。给你们提个建议，除了这样的话呢，不妨也可以跟德云社那边偷点段子，也没准说说相声也是一个方向的发展，多才多艺嘛。这个反正我就觉得，如果你们想走演艺道路的话，会面临很多的艰难的挑战，还得下功夫。哎，要不我坐那头去了。别，有些比较粗糙的东西还需要打磨一下。是是是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娜老师。谢谢谢谢。两位稍微休息一下，都冒了汗了，歇会儿啊。